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沃克。安卓 GPS 路径档来了，德国柏林活动，潘水拖那么晚，还要顾小孩，来吧。就是首先打开 Chrome， 然后我们加一个网页哈，来输入 bit.ly 0506 0508 JOYS。好 ，Go。好，看到这个 GPS 档案之后呢，按下载，这个下载图案。啊，我就用 Chrome 好了。等它下载哦。好，这个表示下载完成了嘛？好，就关起来啦。我们就用 GPS Joystick 这个小米9刷好了。等一下来双视窗，好不好？很顺哦。GPS 导入，进口。好，进口选第一个档案，然后这个就是航点有没有？好，输入哇，46个航点，来，然后再按右下角这个图案，这里有一个全部创造路线，点下去，噔噔，这就是我设定的啦。好，按保存路径，这里我就输入 Berlin 好了，来，就是德国柏林嘛，哈，我应该是这样念没错吧？就这样，保存啦。好，保存之后，回上页啊。来，下面这里我们就有了设置路线，不是皮托商场啊 ，Berlin 这个。好，循环至起点，传送开始，开始。OK， 图案出来之后，我们就按 Home 键。出来啦。这个在哪里呢？德国 Berlin。 好，来小米9就是要双视窗，这是一定要的，好不好？顺，这两个挂下去真的很顺，上下都操作非常的流畅。那这个又刷了那个不用阻断器的，我只要都挂在外面，我这两颗手环就还给它挂在背包上面让它闪。好，来看一下来双视窗，双开舒服，好，很好。那这个手环呢，我们就来把它重新来一下啊，来取消，好，好，来这个开，好，装手环。然后这个也是，连线了，这个要刷下一点 ，next，OK，、okay, 好，回复了，再来双视窗一次，啊，等一下该不会这个也要吧？好，那就来吧，双视窗挂手环，这个先取消，好，再抓，有了，啊，有人问我说我这个手环到底是哪里买的？没啦，这是我之前买原厂的，这一颗1000多块呢，1500还1600的样子，忘记了。然后改还加900块，后几条2000几块，要不要死？好来哦，为什么 Worker 说很顺畅呢？你看这个道具操作哦，都是你知道很快，就是可以讲这个有没有？你若红米的话，就是会卡。啊，如果你硬要挂，都可以挂，只是不舒服、不舒畅而已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啊、喔，来来来，德国活动吧。啊，待会再说。好，抓一只星辰啊，我忘记用星星的碎片了。你看哦、喔，这个超妙的，这里有超广角。我的这个啊，你萤幕调成这样子啊，它超广角，看到超远，可以看到超级远，啊，回来比例就不对，1:1就没办法看那么远。啊，我们看到加星辰是多少？看一下啊、喔，再支，然后这上面，反正它有手环在挂了。有保友问我说，可不可以上下登两个账号，然后当登同一个账号，一个抓一个，一个补球一个抓这样子，但是我结论是不行。这个读取会异常，有没有星辰200？
行程200，来大家活动赶快挂，这个行程补得非常爽。OK， 来哦，以上就是小米九，小米九配柏林路径，然后双挂手环，晚上，这一小时就会断啦，所以还是白天玩就好了啦，晚上安心睡觉，不要想手环的事了。好，安卓报告到这边啦，谢谢大家，拜。